我叫温柔，是女鞋 Polymoda 的设计师。寻觅总裁善良，温柔小姐，预祝我们合作愉快。你胃口不会这么大，你要给他下药？我要给他下。哎呀，既然是赌一把，胜算多少？百分之百。慧心投资苏子光，我叫温馨，万丽集团的设计总监。你好，不加微信。有病。从小到大呀，温馨就喜欢跟我比，我倒要看看他还能抢什么。干嘛呢？你跟温柔是不是余情未了？当然不是。你竟然敢骚扰我老婆！你不要乱说话，我挺服你。于经理是铁了心要跟寻觅合作呀。寻觅这么好，我怎么忍心放过呢？成败就在此一时，我们要一起接纳这个海王，拆散他的鱼塘。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，叫做红舞鞋？我现在就是那个被你欺骗的女人。爱情这种东西，时机真的很重要。但是对的人，不管什么时候总会遇到。你是我见过最可爱的女孩，哪怕是脸臭的时候。我们都是通过标签认识到彼此，之后才了解到彼此的本质。有的人喜欢太阳，有的人却喜欢萤火虫。他们光芒的强弱，并不会影响爱慕者对他们的判断。有你在，我觉得就很甜。